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。今天我跟黛西来到新竹县的湖口车站附近，我们待会会骑着摩托车一路从湖口回到我们竹北，也会在路上看看湖口跟新丰有哪些娃娃机店好玩的，可以夹出哪些东西。那就跟着我们出发吧 ，Go！头甩、欸！哦，真的有哎、欸！拖甩！刚好拖甩耶！它是牙线包，它有300只哎、欸！你运气也太好了吧！Hello Kitty 的盒子，夹门口的，大家可以啊，夹侧门的啊、欸！生病的人，生病的人都可以扫扫出。出，再加一个，然后你有过电源，来这里了，你一次加两个，哦，哇，跳出来了。再加一个吗？嚣张哎！今天生病反而少少出位、欸，你没有拉回来。转爪啦！哦，算了，不加了。好。椰子吸管。看到黛西少少出位，要试一下。你说他会转爪，你那个位置夹不到没？有啊，比我拖过来一点。我夹不到。哼。频道准备改名为黛西本社。你在夹哪里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换好神的。延迟下爪啊！有机会吗？看他上打板，然后看班头有没有机会吧。一样延迟哦。对啊，就这样顶他抽。抽你就抽什么？倒爪啊！可以吗？啊！快快快快快来！延迟下爪还是有机会的嘛。啊啊！再抽一下。没有。哇，不过头有点大呢。对啊。我懂了。对。耶、又是一个大头。好可爱啊！还是琪琪。延迟下转是夹出来。没错。但是有点像不倒翁了，他会倒走。啊！他也躺回去了。对啊。好吧，那我们来换小的。好，换小的。大的夹不到，来夹小的。不能甩。这是几拍啊？小的我夹空了。
捏他的屁股。出！哦，还真的可以耶！全部照我的剧情走。好。看看大头一开始的精彩片段。看到黛西扫扫出，我也要试一下。他闪过那一爪，不用翻了。啊！出来了，丢出来！蓝牙接收器，这个插车子是 USB， 然后车上就变蓝牙音响，厉害吧？好枪味的蓝牙耳机，好过来。又夹到了，粉红色的，给黛西用。出？不会吧？打眼，太快了吧！再下一个，好惨啦！你第一个扫扫出之后，你第二个就会被电得很惨。要住口。我们就看看大头接下来会不会被电。我拿出来，很好，好惨啊！第一个扫扫出之后，第二个就会被电得很惨。不会啊，出来，快点！夹出来了，接下来200多块都是空气，大家见好就要收啊！死大头骗尸，我还不玩你一下怎么行？好惨啦！你第一个扫扫出之后，你第二个就会被电得很惨。黛西夹公主。哎呀，差一点点。出。所以我在这边干嘛？黛西夹不到，我帮他夹就输了。傻眼。我们现在就要抽出角落生物蓝牙耳机啦 ！YUAN 小伙伴自己夹角落生物耳机，不知道贡献了不少银弹，那这个就补贴你啦。陈美惠小伙伴，铁盒那台真的超佛超大甩的，最后大头有请客吗？当然有请客啦，期待我们之后的影片，这个就送给你啦。抽到了记得私讯我们兄弟本身粉专给我们联络方式哦。车站系列的影片希望大家会喜欢，听清楚是车站不是吃海哦。通往车站附近都是比较热闹，娃娃机都会比较多。这个系列就会去各车站看看附近的娃娃机到底好不好玩。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车站系列夹娃娃。最后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留言。等一下。
这个还没拍就夹到了巨无霸公仔，就抽奖送给大家。抽奖办法我会放在说明栏，记得看清楚哦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了，大家拜拜。